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命何姿怡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林鄭月娥話已經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就任命何姿怡為終審非常任法官嘅推薦，喺徵得立法會同意之後，根據基本法作出任命。何姿怡分著今年二月起出任英國最高法院副院長。林鄭月娥讚揚何姿怡地位崇高，深信佢對中院會有好大貢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歡迎行政長官接納推薦，又話新任命之後，非常任法官數目會增至14個，將會提高處理終審法院工作嘅靈活性。